没事。我们现在往医院走的路上呢，我爸大概是中午12点到1点左右手术，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心里总是慌慌的，既担心又害怕。我妈也总是心慌，这几天都没睡好觉。焦先生上午跟单位请了假，把我们送过来，然后他再回单位，下午他再过来。肉嘟嘟的小嘴巴。你把东西拿进去吧。对，一个一个拿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感受年纪。是我爸妈吗？就老了。你别紧张啊。啊？不给他。不是到了手术室再拿药吗？你没紧张吧？没有啊。别提你叫我干嘛？去哪儿了？哎，你一会儿在这搞的是吗？今天还有钱进来，我们现在走。我拿点钱。家属一下。一会儿你就睡着了，别紧张啊！啊，不用紧张。我看你一点都不紧张，手都不凉，还热乎的。不。8月10日12点40分，我爸已经被推进手术室了，心里好慌，好难受啊！我现在在这儿等着签麻醉手术同意书呢。记忆中的小脚丫，肉嘟嘟。的小嘴巴，一生白叫一下，只为那一声爸妈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，生儿养女一辈子。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了。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。